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《抽风加拿大》，我是 Luke。今天是一期 Vlog， 我带大家跟我一起去买东西，去 IKEA 买东西。IKEA 有一个活动叫 Art Event 2021，然后我想买的是那个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肯定已经猜出来了。我想买的是他那个表，图片我放给大家。前几天我看网上突然说已经发售了，但是等我再去网站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门店显示的是还有货，下单的时候下不了。我想可能网站出错了，就是可能已经卖光了，但是网站出错了。但是今天莫名其妙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然后让他帮我查了一下，然后他查完说呢还有最后一个了，如果 in stock 的数量在5个以下，你就没办法在网站上买，只能去门店自己买。那我问他，我说你确定吗？还有一个，他说他确定还有一个，但是没有办法帮我预定，所以我现在就去。因为我一直以为 IKEA 现在已经就是不允许对外营业了，只能在网上买。他说可以去店里，那我现在就去看看能不能买到这个东西。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了，你可以看一下进度条后面还有多远。如果还有一段时间，那可能我买到了。没买到啊，兄弟们，骗我，根本都不让进店。